小三，我们走。连罗环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袁金钊，待时机成熟，你自然会知道。不会太久。怎么还蒙着头睡？不要盖着头睡。 秦，我是不是吓到你了？我看你这两天情绪很低落，就想逗你一下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想抱抱你。 希望你一直在我身边，一直陪着我。金钊，我一直都会陪着你啊。